深夜里，男子骑车到民宅外头，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画面全被监视器拍下。他悄悄走到窗户外，下一秒破坏铁窗入内行窃。这个女川，嘿，从这里爬进去搜刮东西的，搜刮我的钱放在这里面，这里面下面。陈先生的心全碎了，因为财物遭搜刮，损失50多万，而这笔钱是他存了好久，准备要给老父亲的医药费。柜子里面是51万4，槟榔摊这边是现金差不多5-6千。住彰化分院的陈先生，去年12月26号晚上，家里开的槟榔摊竟然遭小偷，对方从窗户爬进里头，四处翻箱倒柜，钞票零钱全被偷走，甚至连车子的门锁也被撬开。刚才入去内底破坏车的锁匙啊，不用叫，不用开啊。陈先生怀疑对方是惯窃，但就这么巧，近期领出的大笔现金竟然全被搜刮。经警方扩大调阅周边监视器，已锁定特定人车。警方指出，已经锁定特定人士，将全力追捕，希望尽快揪出窃贼，找回这笔救命钱。记者黄祥富、王柏英、彰化采访报道。旺旺水神抗菌液，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，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，它是还原成水的，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。重要的是，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、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。很好奇在哪里买吧，直接上快点购。